其实蛮紧张的，老实讲，整晚睡不着。我觉得这样讲出来很丢脸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拍 MV， 但是真的好像压力很大，因为一个人拍跟队友一起拍感觉还是不一样，会慌啊，第一次嘛，会慌。但是我相信今天应该是 OK 的，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我已经坐在这边，然后准备要拍 MV 了。祈祷神明吧。掠过失败过的借口，不说不罢休，总有出口在腾空。一步一个脚步移动，凡事不失败就不轻松。藏心色色色，跟人群中找寻。我们采访了一下 PO 同学，为什么出现了这种状况？刚刚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在意。那我看大家都很累，开个玩笑让大家休息一下。那以前在上学军训的时候，你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吗？从来没有，这是在我这个一博城这辈子不会发生的事情。失眠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是的，是的。就是。完全提不起任何建议，那种感觉其实很可怕的。今天前半年我大概是这个状况，我很努力的想去做到，但是我发现完全做不到。也是要建议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做这一行，你有时候要早起，有时候要晚起，常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以后就尽量避免吧，看不太容易。准时下班。如果大家平常工作就是正常上下班的话，最好还是早点睡觉。嗯，非常感谢可可的建议。不会不会，没事，我以身试法。